以前他是登陆山本昌广哦等等哦诸如此类。哎呦，攻掉该名，差点他妈该闻，但这个球最终被王胜伟退后跳起来把这个球接杀。哇，这个球是眼见应该是一个这个平飞安打的出现，但最后呢被王胜伟很快的退后呢把这个球给接住。来看一下，想到改名字，原本想说郭秀伟会不会今天来一个二之二，差一点点呐、啊，这一点点就是被王胜伟啊，最后很快的往后退，再跳起来，哇，漂亮的一个接杀，标准的空中抓飞鸟，形成了两出局。